我没有搞错，不是叫你放在另一个袋子吗？你为什么全部放在一起？ Sorry， 我现在就 Sorry 有个屁用，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，难怪你只能当医生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笨的。您是否会挺身而出平息争端，还是因为事不关己而决定置身事外？只要我们齐心维护正义，新加坡会是一个温馨无比的社会。行善之举全在于我们自己。新加坡行善运动为您呈现。